實喺舊年嘅10月咧，我哋自己牽頭咧都推出咗一個叫做喺大嶼山嘅叫做觀光巴士嘅路線，其實就係、是一個開篷巴士嚟嘅，我哋一個合作嘅一個項目啦。咁佢穿梭咗咧就會大嶼山有5間酒店，包括咗樂園裏面嘅跳入口啦，同埋樂園嘅啲酒店，再加埋一個準備會開嘅一個航天城項目嘅一個商業措施，希望令到遊客去到玩嘅時間咧，三個輪作為一個中心點，可以係一個 hub， 可以帶到大家去唔同嘅地方。